福特 Focus 手排 2.0、啊、现在此车我们变速箱已经拆卸下来、啊、以及这个离合器组飞轮以及离合器组、哦啊、此车这个拆下来它的离合器片、哦、已经整个都分尸了、哦、所以连同这个压板、哦、压板以及这个离合器的轴承那这个油压整组的轴承也要同时的来做更换、哦、物件的部分共有变速箱的传动轴油封，两块，再来就是曲轴后油封，哦，曲轴后油封安装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引擎，啊、哦，这一整块，啊、哦，这主要是挡这个曲轴后方，啊、哦，这个引擎机油的漏出，啊、哦，所以这个是整块做来做更换的。再来就是这个离合器组和压板含轴承哦，整套的离合器片，再来压板，再来就是这个整组的轴承哦，需要来做更换。这个离合器的轴承、哦、所附的螺丝、哦、也同样要来换新、哦、接下来我们要量测一下这个使用过的离合器片、哦、大概 6.8-6.9mm， 再来新的、哦、大概 8.1mm，那个厚度看起来就有差了。现在新的离合器组已经安装上去了，接下来这个离合器的分泵，同时也一并的做更换，好，待会就要安装上这个变速箱。